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午安九蛋，嘉伟午安。Hello， 博文午安，阿仁，阿仁的那个名字是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是吗？盛影你好。头发绑起来好可爱，谢谢。但现在很小一撮，超小撮。想说好像没有短发绑过马尾，所以就绑了马尾。今天也是男友风 oversize 吗？没错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超可爱？是自龙，自龙哎，超可爱的。打完疫苗还好吗？衣服真好大件，其实我是买 S 号啦，但是先送来了 M 号，所以就套了一些，可爱吧？是自龙联名的 T 恤，跟 Pazzo 联名的自龙衣，超可爱的，冬天穿会很可爱。我买 S 号，但这件是 M 号，可是这样大大件的也蛮可爱。你穿就可爱。就我们原本不是有一起买那个哈利波特睡衣吗？然后现在我们要一起买这个自龙的联名，上面有自龙的衣服，超可爱。谢谢博维的你最闪亮，谢谢博维。Hello 莫好你好，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哦。谢谢摄影，终于采购了。谢谢佩佩的我来签到，谢谢嘉伟的我来签到。今天发型的好吗？我难得绑了马尾，我觉得短发绑马尾很可爱，就是这样小小一撮，小小一撮很可爱。今天很男友风格耶，绑马尾，然后又穿大大件的衣服，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。哎，看得到吗？这是朋友跟他所联名的衣服，超可爱，下身是中装，但我这件对我来说有点大，我是买 S， 这件是 M 号，有点大。但很可爱，自龙衣，对，是自龙衣。没有，它本来版型就蛮大的，所以我是买 S 号啦，大学体，对，它版型很大，感觉男生也可以穿，它版型真的很大。今天要下雨了吗？怎么马尾？我想说马尾好像很搭这个衣服，超大件。超 Q， 谢谢阿华的看好你哦。好像小只的女生穿大大件的就蛮可爱的，最近很喜欢大大件的衣服。Hello， 企鹅是企鹅，居然是自容体，再秀一次吗？再秀一次，可爱。大家喜欢也可以去 get 同款。可爱自龙厌世衣，而且它上面写 "This is my happy face"， 超厌世的。就是自龙平常都是这个脸。谢谢一晨的你最闪亮，还不错看。这个蓝也好可爱，其实我平常很少会穿蓝色的衣服，通常是白色黑色比较多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万搭，但意外的这个蓝色也很可爱，我很期待冬天穿它。不是还有一件弟弟？对，弟弟也有一件，我两件都买，因为我想说白色是我很常穿的颜色，
白色是我最爱的颜色啊，我好老梗，所以我两件都买了。今天很棒呢，可爱。谢谢志豪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手上哥的看好你哦。今天穿是还好，我开了冷气，一米米冷，但我想说想穿穿可爱的衣服。打疫苗带电吗？怎么更电了？谢谢志豪的一封信，谢谢阿奇的一封信，谢谢 TTP 棒强的向日葵，谢谢志宏的盛典花冠。可爱吧，期待大家期待我冬天穿它。昨天打疫苗，我也是昨天打疫苗，我今天手整个举不起来，我左手真的举不起来，我左手最高就是到这，到这就开始有点痛了。我左手是真的举不起来。谢谢红包，谢谢 Kami 的 Popcat。今天可能没办法跳舞，我手真的举不起来。没有发烧，有，我是昨天早上打，昨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打，然后一直到晚上7点开始手有点酸，然后睡觉的时候是最烧的时候，大概，可是我没有到很发烧，就是一点点烧，可是没有到很发烧。我睡觉的时候没有量，但是我睡前觉得有点热，量好像37.4左右。但是我觉得睡觉好像有温度更高一点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觉得很热，然后头有点痛痛昏昏无力的感觉，但早上起来就没有了。早上起来是手臂举不起来，其他就还好了。已经想好指定脸部动就好。今天要工作吗？没有，今天只有直播而已。谢谢博维的你最闪亮，谢谢博维，谢谢林岩的你最闪亮。其实手真的举不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打疫苗的隔一天的话，或是当天晚上尽量要就是休息，因为真的会昏昏的感觉，然后全身会有点无力，全身有点无力，然后有点快发烧的那种感觉。推金真的很棒，真的吗？已经收到了，谢谢阿豪的你最闪亮，谢谢玉安的你最闪亮。希望我的左手臂可以赶快不痛，这样我今天刷牙洗脸真的很痛苦。谢谢志宏的你最闪亮，谢谢福福猫的粉笔。就是平常洗脸不是都会这样洗吗？但是我今天头真的很低，因为我手真的举不起来。谢谢 Killer 的你最闪亮，我今天就是这样洗脸，我手都举不起，超痛苦的。我有点担心今天自己要怎么洗头，就没有办法这样，只能这样一只手抓头发，然后可能就要把莲蓬头挂在上面，这样一只手，因为我真的上不来，我手举不起来。谢谢摄影的你最闪亮。但还好隔一天就没有那个发烧或不舒服，还好只有手痛痛而已，还是偷懒。马尾怎么绑？就马尾还好啊，就这样啊，可是再上去就会有点卡，就是其实是可以尽量，如果真的要举其实是可以的啊，只是就是会有点痛，所以就会不想举起来。谢谢圆滚滚的枫叶，马尾好看。这真的是最庆幸的事，就是手有点酸的，还好。但听说好像第二剂副作用比较大，不知道，我是打那个 BNT， 对，
谢谢首胜哥的紫仆的守护灵，谢谢许阿北的 Popcat，是 WNT。我后来去查什么 BNT 副作用，好像就是注射处会有点痛这样。疫苗认证，年轻品涵，品涵可以来个这个吗？这样吗？玉云一样，右手举起来高度差不多，是真的有点举不起来，会痛。对，原本都就是下午什么都还好，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那个开始不舒服。BNT 第二季比较嗨，天啊，有点害怕之后第二季。谢谢圆滚滚的枫叶。嘟嘴动作比较适合，这样吗？忘了品涵生日快乐，谢谢哦。我很怕大家忘记我的生日。第二季就真的要先吃退烧药，因为我昨天是有备着退烧，就是那个头痛退烧药跟退热贴，但是没有用，对。我没有用，因为觉得好像还行，所以就没有去吃那个药。但还是备着比较好，对吧？生日的时候要教练舞，想被庆生是不是？我好像还没有被庆生过。对，好像我之前生日的时候都会略，就是没有练习，一起练习或什么的。我记得好像没有大家一起这样庆生。10月20知道是谁吗？云爵，是云爵吧？不会再忘记了。练习先约起来，练习先约起来。放个音乐好了。我最近超级疯狂爱听的歌是那个 Coldplay 跟 BTS 合作的一首歌，我觉得很好听哦，狂听，被洗脑了。谢谢钢铁韩粉的你最闪亮，杰 哥每唱 solo 已经哭一半了，今天可能会一直重复播放，就是两个天团合作，所以我就天哪，一推测的时候我就听到爆，谢谢阿元的向日葵，是真的很好听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愧是两大天团，他们才推出3天吧，他那歌词版 MV 就3000多万，这个哇！《经济之国》你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谢谢晴天的枫叶，游戏看完，然后《经济之国》也看完了。看完就追踪两个女主，对啊，不觉得她们很正吗？我觉得她们很可爱，是我喜欢的样子，所以我就立马去追踪她们。我喜欢那种有点怎么说，就是当然我很喜欢圆圆大眼睛那种可爱偶像系的女生，但是我也蛮喜欢那种厌世脸嘛，就是模特儿的那一种厌世脸女生，我也蛮喜欢。大家请忽略我这边红红的，因为我这边又开始过敏了，这两边就过敏，所以有点红红。绝对不是口红涂出去，而是过敏，所以开始过敏。我记得之前也有一次口角炎嘛，就是有点痒，然后有点破皮，不知道怎么讲哎，是不是天气转换？之前有一次也是，鬓角那边痘痘好了吗？痘痘是好了啦，但是和嘴角不好。做什么？今天做什么动作都很可爱，谢谢。哦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。我刚才学了一句韩文呢，什么你就是带我飞还是什么的？No，那妞妞哇。
牛蛙，牛蛙함께나가，牛蛙함께나가。哎，不好念到，这是一句歌词。牛蛙함께나가，牛，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快到了。哎，是不是过了？这里了，有听到吗？牛蛙喊克那拉嘎，超喜欢这句的，再听一次，有听吗？牛蛙喊克那嘎，乱唱。牛蛙喊克那拉嘎。中文的意思，我刚刚看了中文版歌词，但我忘记好像是什么带我飞的，翻译句蛮浪漫的歌词。但我副歌倒是记很熟啦。等等有客家维上课加油，你是我的宇宙 ，My Universe 。我只会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你是我的宇宙。最近看到很多 BTS 的新闻，因为他们上联合国表演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就是那么年轻，然后就可以上联合国演讲啊表演，真的蛮厉害的。谢谢博云的三角板，平安不知道这首歌，我只会带我走，我好像听过，到遥远的以后是吗？杨丞琳的带我走是不是？带我走，一个人自转的寂寞，带走我，等等等你的自由都加成，是吧？我还知道，我小学时候的歌，还是同个世代的，我们没有差太多。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圆滚滚的幸运事业潮。最近只知道我阿姑哥鸡皮拿给他，这个是吗？我阿姑给鸡皮拿给他，是吗？乱念。这是我国中的歌，我也是99，又是听这个歌长大。我以后可以对你们说浪漫的韩文了。牛蛙可以喊牛蛙喊克那拉嘎。撒拉嘿哟，爱している。韩文的我喜欢你，撒拉嘿哟，是吧？带我飞，所以你要带我们飞到哪里去？飞到宇宙啊 ，My Universe。我最喜欢宇宙了，还能飞去哪？当然是宇宙喽。最近有点想学韩文，我想学的语言好多，不是因为我是觉得韩文字很可爱，就是那个圈圈叉叉正方形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看完《鱿鱼游戏》后，觉得好想学韩文。就觉得那个圈圈叉叉写起来很可爱。那我上次有请一个有学过韩文的朋友帮我写我的韩文的名字，然后超难的，直接记不起来，就是拼那个拼汉的音，然后我真的记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，太难了。但他们好像是一个圈圈是一个音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有点像 purple 然后组起来。但我觉得日文字跟韩文字都很可爱。Hello， 史努比你好。会写很丑，那我最近都
疯狂，因为看了鱿鱼游戏跟经济之国，就突然好想去韩国跟日本玩。我没有去过韩国，蛮想去。日本有去过，还是很蛮怀念去日本玩的。看完经济之国后，特别想念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涩谷，特别想念涩谷街头。无法跟爸爸妈确实很像，上面音加下面会不同字。身上是智龙吗？是哦，是可爱智龙。经济之国看完了，去韩国最想吃什么？我最想吃韩式炸鸡耶，很想吃道地的韩式炸鸡，还有那个鱼板汤吗？鱼板吗？就是有点像关东煮的那个鱼板，就是会折起来的那一种，然后它会有一只竹签插着，然后也蛮想吃当地的年糕 ，tteokbokki。鱼板两餐的两餐我有吃过。但很想试试看那个韩国当地的辣到底有多辣，因为不是听说韩国人蛮喜欢吃辣，很想吃吃当地的那个到底有多辣。因为我觉得我吃辣进步了，然后我发现好像蛮喜欢吃辣的，最近很想吃看。我是很想吃韩式炸鸡，就是我之前在台这边吃过起家鸡哦。吃过两三次了，就蛮喜欢的，所以很想去当地吃吃看。谢谢大黑的红玫瑰，我觉得起家鸡有辣哎、欸，就蛮辣的，跟我一样蛮辣的。起家鸡有辣，不知道当地会不会更辣。谢谢欢迎的红玫瑰。一定是吃外送，你是辣不是可爱吗？我今天不是蛮辣的吗？平安很辣，但我可以，真的啊，这是我的韩文名字吗？ Chung Ping Hong 是吗？超难，你最辣，不要这么算，看起来很热，是还好啦，有开冷气。好喜欢这首。这首是也是 BTS 的，我都喜欢他们的英文歌，而且这首歌好像有什么就是国际手语之类的，所以就是好像在各大流行的那个 App 上都很流行跳这首歌。小辣小辣。Hello， 塔瓦哥。平安超级可爱。大家有看过《经济之国》跟《鱿鱼游戏》两个了吗？你们有什么感想啊？我觉得都蛮好看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蛮不一样的，就是虽然都是差一样的题材，就是。是种生死游戏，但我觉得其实蛮，就是怎么说，有可能是说你像 Aespa 某位啊，我像 Aespa 的某位，我有这个荣幸像他们，他们很漂亮耶 ，Aespa 的那个 Winter 嘛 ，Winter 超漂亮的，是 Winter 吗？还是 Linda？Karina， 哎、欸，有反正很漂亮的。现在在说像，好开心哦！没有，他们比较漂亮。是哪一个很漂亮啊？我蛮喜欢有一个 Karina 吗？他念错，查一下。在 Aespa 的粉丝吗 ？Aespa 经济之国比较难活下。谢谢安的 Popcat， 由于昨天开始看，谢谢李真的告白气球。
刚看完游戏，正在不看假期游戏。Winter 很可爱耶，我是喜欢哪个？哦 ，Karina 呢 ？Karina 很漂亮耶。对了，我喜欢的那个是 Karina， 是这样念吗？应该是。它这边有一颗痣，很可爱，很正，真的很正。就喜欢看正妹。谢谢后康的红玫瑰 ，Winter 现在也是短发，有我刚刚有看到，可爱。脖子上也有一颗从嘴角掉，啊，真的吗？哦，这里真的哎，跟平衡一样正。现在也在看正妹，我很喜欢看妹子，对，漂亮妹子，特别喜欢看。内心是怪大叔，经济也可以放弃。好，刚刚聊到什么？经济之国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两个虽然是差不多题材，可是我觉得蛮拍摄手法蛮不一样。就是日剧感觉比较更多的内心戏嘛，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故事嘛，它感觉带出更多，带出的比较多啦。然后由于游戏就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怎么说，带出以前的故事嘛。但我觉得两个都蛮好看的，可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由于游戏的 tempo。嗯，我觉得由于游戏我看完比较感动，欸，不知道就是那个感觉很更深，虽然它没有。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故事没有带出的特别多，但是反而让我觉得比较感动。我看完的感想啦。但《经济之国》的游戏是设计的还不错，就是那个街头啊，然后的那个游戏的设计我觉得还不错。大景很帅，经济也值得推荐，我觉得两部都可以看。我觉得经济的那个剧情更复杂一点嘛，目前看起来啦，感觉更复杂。然后由于游戏的话比较直观一点，经济可以先看一下第二季快速，但我自己个人好像比较喜欢由于游戏的节奏，可能我就是很容易看那个剧看到睡着吧，喜欢节奏快一点。谢谢斗战鬼的幸运四叶草，鱿鱼感觉也会有后续，感觉会有，一定有吧？鱿鱼的那个结局，可以看听神明的话吗？对，听说那也是类似的电影。看剧看到睡着，我真的很容易看剧看到睡着。魔女狩猎是比较拖了点，但我觉得日剧的演法比较舞台剧，欸，就是好像就是演给我们看的感觉，就是好像站位都设定好了，然后谁要走出来讲话，啊，那个走位的感觉啦，所以我觉得比较舞台剧演法，然后风格演戏的风格有点不一样，然后节奏也不太一样。但我觉得都蛮推荐可以去看，如果喜欢这类型的题材的话。经济只要不开始游戏是不是就没事？不行啊，可是他们一定得开始游戏啊，他们有那个签证的问题。说自视感嘛，也不是自视感，就是感觉比较舞台剧演法。俗女养成记没有看诶，网络上也都说日剧是舞台剧演技，就是我觉得风格蛮不一样，但都会有让我想要看的地方。但像那种偶像剧，我好像就比较偏好日剧多一点，就偶像剧的部分，日剧好像更
生活写现实一点。然后韩剧我是没有看太多韩剧啊，但是目前接触到的这好像比较再浪漫一点，所以好像偶像剧的话我又偏好日剧。但如果这两部相同题材，我比较偏好鱿鱼游戏，喜欢金秘书，还是那个韩剧的妆太精致，就是真的很精致的那种，所以就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真实，就不像身旁会出现的人的那种，就是真的是电视女主角男主角的感觉。所以偶像剧好像又比较喜欢日剧的那个色调跟氛围。谢谢卡木伊的带我走，韩剧是不是比较浪漫？对，然后感觉日剧比较生活化。谢谢手胜哥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手胜哥。但我都其实蛮爱的K-pop 跟 J-pop 都蛮喜欢的，我喜欢的东西好广，没有特定什么族群，然后 K-pop、J-pop 都蛮喜欢，日剧比较喜剧。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，谢谢阿元的粉笔，韩剧的人都太好看了，好想去韩国玩玩看哦，感觉韩国很好逛街，而且东西很便宜。很想去韩国买衣服，很便宜的感觉，很好逛，很好花钱。听说韩国很好逛。明洞，韩剧都在秀各种商品。韩国东西有很便宜吗？不是听说有些那种就是地铁下面的那种卖衣服的就蛮便宜，他们的化妆品超厉害。谢谢博云的你最闪亮，也要应该也是要看地方吧，因为日本其实也可以找到好看的便宜的衣服，但就是要挑。但因为没去过韩国，所以特别想去去看。谢谢红的向日葵。韩系衣服便宜的很多吧？谢谢红的向日葵，化妆品也是。对，感觉化妆品也是很好买。听说，因为我皮肤比较白，然后我一直都很想买看气垫粉饼，就是出门不用带着一罐底妆很麻烦嘛。就是气垫的话，出门比如说出去玩什么，就不用带一罐底妆跟你的海绵什么，就很麻烦。就是很想买看气垫粉饼，但是因为很多牌子真的都太，因为皮肤比较白，就没有出到那种白的色号。但听说韩国的气垫粉饼比较白，想试试看。韩国搭黑计程车，韩版真的酷。谢谢阿华的向日葵。我觉得我要找到适合我的气垫粉饼，可能就这样，只有韩系品牌比较白。找人一起合购带回来，真的有比较白，真的吗？我是没有买过，我还没，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气垫，真的比较白。那以后去逛化妆品，可以多买一些回来。希望疫情赶快好起来。还可以赶快出国玩，已经那个几年了，两年多没有出国，很怀念日本街头，也很想去韩国玩。台湾没地方进韩系的气垫吗？是有啦，
台湾是有进啦，只是感觉韩国码应该更便宜吧，而且感觉选择更多。谢谢红包，谢谢博维的你最闪亮，谢谢 Lose 的你最闪亮，谢谢鼠阿北的 Pop Cat， 谢谢阿奇的你最闪亮。幸好疫情前那年有出国玩，真的耶！我是去玩红白后疫情爆发，最后一次是在那边跨年。谢谢后宽的 Pop Cat， 谢谢首胜哥的你最闪亮。这马尾好刺哦，插出来！谢谢阿成的行李箱，对，红白是最后一次，再来欣赏一下富士山。对，我在飞机上拍的，给你们看。我手有点举不起来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OK， 这桌上举不起来。疫情前拍的富士山。在飞机上拍的1月1号的富士山，原来本来约了红白的那个饭店，赤坂健步是吗？啊，最后一次坐飞，疫情前最后一次坐飞机，这张超神，很幸运哎，刚好拍到这个。对啊，刚好没有晕。都把它洗出来了，可爱，很漂亮，真的。还不赖，早安，乌鱼。那我今天也要来拼个拼图哦，这么冷吗？没有，不冷不冷，只是想穿大大件的衣服。去日本坐飞机20次也不一定拍到这样，真的。而且我知道我那次是有被就是换座位，所以才拍到这个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应该讲过这个故事吧，就是那天回程的时候刚好生理期太痛，然后整个冒冷汗，然后。那个地勤就是给我们机票的地勤，就是很关心我还好吗，就是身体状况有没有办法上飞机，所以他后来就帮我们换位置，换坐成一起。因为那时候是跟千华他是工作人员嘛，要一起去，然后原本回程的飞机是分开的，但是就是空姐人很好，就是因为想说我可能身体状况比较。需要注意，是后来帮我们换位置坐一起，所以才拍到这个刚好靠窗的位置，就遇到很好的空姐，幸运的品牌，真的。啊，我今天的衣服跟拼图好搭哦，超搭，都是蓝色的。那今天要拼剩下的哦，希望今天可以拼完。应该有机会吧，手举不起来，我要调个角度，手太痛了，手都没有力气，开玩笑。谢谢佩佩的看好你哦，呀，调个角度，手没力。谢谢红的看好你哦。希望今天有机会，顺便再遮个光，这样吗？高一点，这样。有其他症状吗？还好，就是现在是手臂有点酸，其他还好。
手都是起不来。谢谢金柚的飞进你心。算了，我用一只手拼好了。这个网购的盒子，sorry， 对，这是我网购的盒子，虾皮购物，应该没有拍到地址吧？应该刚应该没有拍到地址吧？啊，小心，各种，应该是没有拍到地址。谢谢阿华的红玫瑰，小心微妙。午安蜜，好，没拍到就好，谢谢提醒我。我是相信你们不会做出奇怪的事，但是还是小心一点，以防有心人士利用。网络怪怪，我可以去看。爸爸爸，这个自己真的要小心。好，继续来拼拼。是地球的图案，是地球。衣服好像很大，对，它是大大件，这件 M 号对我来说太大了，我应该穿 S 号。每次看你哭都好想保护你哈，我很久没哭了耶。上一次哭什么时候啊？忘记了。地球感觉能拼 M 还这么大，因为它这件的版型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定坑一下。谢幻影战士的向日葵，聪明赞。进入深蓝色地狱了。深蓝地狱。
谢谢首胜哥的啊啊啊！看智龙的鄙视的眼神。天哪，深蓝地狱！这手真的不行真的好听，我真的看不懂你们在干嘛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呢？凑什么？凑什么啊？我也要凑，我也要凑，我最喜欢跟人家凑东西了。买东西最喜欢凑免运了。加一。噔噔噔，噔噔噔。三姐帮忙凑特点可以吗？团购智龙体，团起来，团起来呀、啊！我拼不出来，我一片都拼不出来，智龙体。大家可以跟我 get 同款智龙皮，牡丹也可以凑哦。我一片都拼不出来，
我很伤心，怎么会呢？太难了吧。新买好自容机，这件真的感觉男生也可以穿，你看它这么大件，版型很宽松。拼图你到底在哪里？我真的拼不出来。谢谢 Kami 的 Pop Cap， 里面没有刷毛吧？里面，弟弟这是刷毛吗？好像是一点点，但这样比较保暖啊，冬天。谢谢日的盛典选票，谢谢日。今天寄信问好了，寄信，寄信给谁？我吗？这件现在没有啦，这个一定要冬天穿啦，这个我现在穿出门也会太热。但最近有比较凉了，不觉得吗？感觉有秋天的感觉。12月穿刚刚好，一片都拼不出来。我今天有没有重复这句话三次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讲了一句重复的话三次。我很常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品涵最喜欢什么季节？我喜最喜欢秋天。我最喜欢秋天，第二个是冬天，秋天、冬天、春天、夏天。对，我最不喜欢夏天，因为夏天可以穿的可爱衣服很少。我比较喜欢冬天那种多层次的穿搭，很可爱。我比较喜欢冬天的衣服。谢谢樱桃喵的向日葵，而且也不会太热，就很棒。因为品寒秋，可能是吧，因为我姓秋，所以喜欢秋天。今天应该不会零进度吧？哇，很难很难。我也喜欢秋。我觉得要动一点脑，不能这样瞎拼下去了。瞎拼可以刷屏，但不可以瞎拼。瞎拼的话很慢。刷屏的话，我倒是蛮快的。啊，有了名言。拼藏寿司的小拼图就快死了，看到这么多，真是佩服。刷屏。
第一款有啦，深蓝色第一片。非常难。第二块，哦，好感人哦，终于第二块蓝色了，谢谢阿奇的看好你哦，好好听的歌哦。第二块终于，谢谢雪老板的 Podcast， 是不是你？就是你了，不是你。嗯，就是你了吧？不是你，可恶。蓝一点的，要找蓝一点，然后有云朵的，有云朵蓝一点的，各种尝试。有云朵，然后蓝一点的 pink。
谢阿华的《你最闪亮》。左手不能举，对，我是打左手，这只。谢谢 Salu 的 Popcat， 躲在地下，他躲在别人后面，很像我会做的事，躲在别人后面。有时候以前上课不想被老师叫到，就是眼神就是躲在别人后面，不想跟老师对到眼。掌握木头人的精髓，躲在别人后三塔应该都可以给平衡，独立最好那也可以。你会完全被眼神千万不可以对到，小智的游戏，我真的很怕眼神跟人家对到，欸，超怕跟老师对到眼，我会逃避眼神。会对到，对呀，握手会大家也会逃避我的眼神，我就是老师，你们就是学生，完全躲不住。握手会我就会一直盯着你们，哎，对耶，你们都会逃避我的眼神，害羞，好害羞。你们逃避眼神的时候很可爱，就是我这样一直看着你们，然后你们就会很可爱，盯着我们跑去其他面吗？原来我们这样是可爱，不敢直视，戴墨镜哦。穿长袖不会热吗？不会啊。还好，哦，有进度哦，太好了。互相直视，看谁比较快尴尬。我好像工作的时候又还好，但是私底下的话跟人家直视，我会蛮尴尬的。可是工作模式的时候就还好。
工作的时候好像就没那么害羞，可是私底下我其实很害羞，很难想象吧。谢谢阿元的你最闪亮，真的耶，我好像工作的时候比较没那么害羞，可能因为一定要这样做吧，就是一定要，怎么前面有头发感觉。害羞已经退潮，可是我私底下其实是个还蛮害羞的，就是私底下其实不太会主动跟人家讲话那种。我真的平常直播是我讲最多话的时候吧，直播还有握手会，但平常真的不会讲那么多话。品涵圣诞法则也是平常生写真用的吗？不同哎、欸，不同。推销吗？没养过、欸。不苟言笑的，我敢讲话的，感觉得出来手算高是很敢讲话的。Akila. I met her on a Monday in the evening. She was standing outside of the parking lot, and I said, "Hey, ma, where you been? Been looking for a woman like you for all my life." And she said, "Hola, talk to me before I have to leave. And one day we could be maybe more than two souls." 长头发真的很像小朋友，真的吗？我以为我长大了，像我就是害羞的那个人，是吗？志宏不是吧？打字脑袋比较清楚，看小偶像画的我短了，但我也是打字头脑比较清楚的人，就是要面对面讲话，我是比较讲不出来的那种。对，我打字线上比较厉害。面对都超害羞，拜拜 ，T T 乒乓球，还没看过品涵老大本人，那你之后活动可以来现场看我啊。小马尾超可爱，谢谢。面试前看一下品涵，大头面试加油，加油哦！一害羞讲话就越来越小声。谢谢 TT 乒乓球的红玫瑰，我看今天是拼不完的啦。谢谢平安，之后有握手或合照会再让平安认识我。哎，最近弟弟还有在，弟弟还有在费志荣，就他们最近都没有在这，他们都回他们原本的家去了。他们最近没有在住。
谢红包，客气。谢谢 Rose 的粉笔，谢谢。本人电力超强，现场真的很小只，对，我真的很小只哦。大家看我真人不要吓到，我真的很小只，超小只，现场真的很可爱。我觉得我本人更可爱。有人自己这样说吗？本人更可爱哟。舞台魅力真的很强大。谢谢七月的你最闪亮，谢谢博维的你最闪亮。胎金还剩24条，舞台震撼力确实准的，对我们来说你一直都很可爱吧。10月9号先去苗栗看，阿奇是10月9号第一次看我本人吗？好期待哦，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真人了，你们也很久没见到我真人了。对，真的，那我很害怕，我要好好表现，我怕会不会看完本人就不喜欢我了？应该不会吧，阿奇。10月9号不能去拍照，你要记心小子。10月9号第一次看，志宏少来，好久没见到我。那我那天要可爱一点，我要不要去烫头发？可是我又想撑到11月，应该会更喜欢吧。那段考不能去，希望看完本人还是很喜欢我哟。可是我真的是那种比较安安静静的人哦，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太冷淡，但我就是真的比较偏冷静系列的人。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太冷淡，我不是那种元气活泼系的，比较冷静一点的，很 my pace 的人，很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，不是那种很顺着大家想要什么就做什么的人。请说闷骚，对，好像不是那种大家想看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吧，应该是吧，就是还是有自己的坚持跟想做的样子的人，自己想做的那天是晚上，不会被晒成小黑炭的，但还好现在进入秋天，没有，应该比较不会这么炎热。
没有吧，你没有很傲娇，还是讲完下次就开始乱搞，比较内敛，对，比较内敛，比较内敛的人。谢谢子深的你最闪亮。想想我代表的是比较内敛啦。就是他说的，谢谢阿华的眼睛念到重了。回去来听评的时候擦芦荟，真的要擦芦荟晒伤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经验，很多擦芦荟的经验。对，每次拍 MV 的时候一定会晒伤，所以有很多擦芦荟的经验。中午好，回回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涵，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哦，谢谢，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哦。可以不要这么可爱吗？首胜哥的掌声鼓励，今天要加班吗？我居然忘记拼到忘记时间了，傻眼。对呀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拼到忘记时间了。谢谢福福猫的 Kiki 做你的喵，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哎，居然，咦，今天时间过这么快，嘿，太认真了。谢谢提醒，谢谢志宏的告白气球。那我要先念排名啦，各位，不是有意要加班，不是，我没有要加班，我是个不喜欢加班的人，听得太入神。谢谢金佑 Kiki 做你的喵，谢谢金佑。那我先念排名啦，莫名其妙。居然忘记时间了，谢谢阿元的 Popcat， 谢谢阿华的谢谢佩佩的 Popcat， 谢谢 Alex 里的行李箱。先念排名咯，今天时间很快，
第十名 Alex 林一，第九洛克，第八阿成，第七李真，第六博云，第五中影，第四首胜哥，第三金佑，第二志宏，第一是赢，恭喜胜赢，志宏金佑可以指定。大家今天尽量不要让我动到左手，左手指不起来。朝前，这个五号中影，恭喜中影。大家可以开始指定啦，左手没办法指月了吗？谢谢玉安的枫叶，恭喜啦！先来收个拼图，大家一边指定哦。今天进度很慢，每次拼到深蓝色区域都很慢。左手指高高，真的指不起来。椅子啊，没有啊，什么椅子？我没听说过什么椅子啊，你们记错了吧？今天拼了几天？今天拼蛮少。指定左手指，手打又会被弹。听说平衡很会抓椅子，没有啊，你听错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大家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两周转椅子吗？先不要啦，各位，麦安奈啦。谢谢鲨鱼肚肚的掌声鼓励。大家不要讲椅子会晕，你们舍得这样欺负刚打完疫苗的人吗？好啦，快点指定各位，小心我一气之下没收所有指定哦。哎、欸，地上真的掉了一片哎、欸，我就说刚刚有掉吧，怎么现在才找到？还好有找到。讲我爱你的吴宗元 ，I still you， 沙拉嘿。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吴总，谢谢志宏的指定。你给的字句还没录影呢，哎，来不及了。通常美好的事物都是非常快就会错过了。好了，再一次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I love you， 沙拉嘿 ，I stay good， 我走，有录到了吗？谢谢手上哥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Alex 里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七月的你最闪亮。谢谢佩佩的红玫瑰，可以不用到手手可以。谢谢子弟，下次见鲨鱼肚肚。谢谢子轩的掌声鼓励。还有谁要指定吗？谢谢红的掌声鼓励。马尾五连拍 ，OK， 一。二三，时尚，今天找个时尚路线。三四，还有什么、啊？
好可爱，时尚路线。性感的感觉，好喜欢短发，短发好好看哦，很好看吗？指定来个儿童镜头吧，儿童吗？是吗？这是儿童吗？可以吧？这是铁头功，哈，这不是儿童吗？可以的，平安说可以就可以。刘海拉起来，要吗？儿童，被撞大黑青，下次可以逼梁冬了。指定唱新型病毒，没有问题。新型病毒。谢谢阿华的你最闪亮，谢谢一晨的你最闪亮。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小脑筋的感觉，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。虽然看得出你的善良体贴，但这不可能是我心动的那一类，还以为反正过了今天就不会再碰面。那时候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脚跌进爱的漩涡，好荒谬，话语不实的开头，找不到线索，想不起来任何理由，手指不起来。病毒的你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有你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左手动不起来，只能做右手。谢谢指定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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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指定，还有谁没指定吗？差不多要下播了。是绝对不可能的啦！谢谢洛克，谢谢博子，谢谢阿奇。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察觉不逃脱？不掉只越的锁，总是动不动听说情感泪又莫名滑落，不安频频发作，属于女孩的寂寞。谢谢首胜哥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善友。好，下播啦，大家周五吧，周五见，下次的直播，拜拜。那里对，不可能的啦。拜拜，喜欢上你啦。拜拜，今天下播前这么嗨是对的吗？拜拜，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